我们刚刚在看这个 Google 地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都一次只能有一个地球在那边看？但是这一个网站很好，它把地球变两个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做比较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试看看哦。你看，我们进到这边，等于把在网页上去呈现出来。你进去之后呢，这是一个介绍的，那你进去之后往下就可以找到它的网址。在这边 ，Another Earth， 点进去哈，但是它需要增加一个 Google 地球的那个外挂程式啊，所以如果你待会在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有的话，那它在这边会提醒你，好，会提醒你。那么那个档案呢，我也有外挂，也有把它放在我们的这边相关档案里面，有看到的哈，档案其实很小了哈，档案很小，那最主要是你要启用一下，那你看。我们有没有发现两个地球，左边的跟右边的，你可以各自怎么样切换？那么如果说你需要看以前的，好，这个先收起来。你需要看以前的版本，这边就可以显示出来。这样去做比较，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？甚至你需要把经纬度啊，你可以把那个经纬度啊那些从这边再把它标示出来。好，好，这里。对，像这样你就可以，甚至你用街景啊，跟什么卫星云图去做比较，好，去做比较，所以这个网站比较不一样。如果有些时候你需要搭配做一个对比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模式。好，这个给各位看。